那个，请问是琉璃仙师姐吗？您是谁？在下缥缈峰弟子王忠，有要事求助。啊，我带来了信物。信物？你可拿出来让我瞧瞧。啊，玉米。 就是王璐，哪位啊？青云峰琉璃仙。王璐，你可知罪？啊？对他说，你对着他说，对他说，哦。 看你唇红齿白，想来不是好人。嗯，你来这是干什么的？啊？他跟我说的。我跑到你面前说几句他教给我的话，我就可以有甜玉米吃了。我现在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可以给我甜玉米了吗？就那个。不过你，给你，谢谢你，玉米。嗯，从来没见过师姐这样，好好吃啊！师姐，你好歹是真传弟子，这只是一根寻常的玉米啊。可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啊！山海，爆米花佛给我一个。嗯。 王璐师弟，你以后能做我的好朋友吗？每天变这个好吃的给我吃。嗯。那个师姐，这不是救人吗？这是躺着个人呢，这是。有事，救人要紧。你快去把他扶起来，我看他怎么了。又晕过去了，这我知道了，可怎么办啊？这可怎么办？他死了。这东西虽然是很重要的，可是师傅说过，如果死人了，就要把凶手抓住，然后交给师傅，否则就再也没好东西吃了。王璐，虽然我刚说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可是现在你杀了人，我还是要把你交给师傅。 希望你不要怪我，大哥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？我这只眼睛，还有这只眼睛，我两只眼睛都看到。你一碰到他，他就死了。你是大炮啊！你束手就擒吧，你打不过我的。 这不是七长老吗？他就是七长老。师傅。师傅。 师傅，我是灵剑派七长老傲观海。